在台湾的各地有许许多多的社会企业，怀抱着明确的社会使命，解决各个不同领域的社会问题。喜憨儿基金会是我们社会企业的先驱之一，长达20年的时间以来，替心智障碍的朋友们找到能够自力更生、融入社会的方式。这样就表示好了的意思。过了出路哦。今年很高兴可以看到喜憨儿基金会和社气流5月5日、6日在台中一起举办第一届的明日亚洲亚太社会企业高峰会。行政院的各部会当然是全力支持，也希望大家能够共襄盛举，一起透过这次活动，让台湾社会企业的能量跟影响力扩增到全世界。唐凤在这边恭祝大家旺福祥瑞，十全十美，新年快乐，幸福共好。明日亚洲亚太社企高峰会会在3月初开始报名，要早鸟票哦。如果想要知道更多讯息的话，现在就到 Facebook 上给喜憨儿一个赞。